帮忙。小宝的雨声对阮心肝。哎，哇塞！恶心，吓到，为什么？太恶心，非常感动，非常感动。江蕙姐姐的演唱会啊，会不会紧张？这是江蕙二姐。对，二姐。江蕙二姐这个演唱会会不会紧张？不会。不会哦，酷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女朋友？没有。有没有女生喜欢你？没有。真的假的？那有没有男生喜欢你？有。有。你现在是几年级啊？大班毕业啊！你才大，幼稚这么高哦，他比他们还小。他很高，对，很爱吃，很爱吃。哦，没关系，没，所以长得比较高了啊。哇，三位知道这位？知道，红人榜的，对啊，可以唱王菲。而且他妈妈，毕竟你很多时间都在看电视。家庭主妇，许承德老师，你等一下要给我高分一点呢，我会模仿你哦。哇塞，那你模仿徐老师给我们。要丑化我，我觉得哦，今天你们唱得非常的好，你知道吗？那今天因为他会模仿我，因为我都有口头禅，就是我觉得，而且是两次的，没有，就是不知道讲什么时候，我觉得就会讲我觉得。哦，所以以后我们知道许常德先生在我觉得的时候就是在想，不是后面是呢。后面你不是都讲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然后都讲得不清楚，然后都讲你的快。你觉得他很混，对不对？他不只是去比赛，他还观察你。对啊，他说他是觉得我口齿不清。你是不是觉得他当评审很混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很不专心。对。每次都给我很低分，然后去红人榜都让蔡成龙赢。哦，为什么？完了，我讲你今天就这样一直问他到底，不用表演，很厉害，只要讲清楚说明白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他会不会在电视台门口？徐安哥，你过来。你也会。好，那今天我们要唱什么歌曲呢？来，刷哥，你被出给。来，请到台上。真的，不是我跟你讲哦，他最厉害是什么？唱演歌，演稿，哇！你那个感情，上次唱那个，不是你怎么想不起来？你们唱那个，我觉得蓝珠喊票，蓝珠喊。我告诉你，唱加标那句话，唱一下蓝珠喊好不好？来一杯，他要站到位置的，对，一定，一杯，请。我是男子汉，那要予人尊重你，就爱热心对人。做人就爱讲交朋友，兄弟相疼痛，互相鼓励，互相帮忙。男子汉有啥物通好计较？有啥物？哦，有个厉害，可是他还是给你六分呢。这个唱歌，你只唱台语歌吗？我现在唱台语歌唱熟的话，我国语歌就都不会唱了。所以你比赛大部分都是唱台语歌？对。
那以前也唱过国语吗？没有，都没有唱过国语。好，那如果有一天那个左左右右演唱会邀请你去，你会愿意答应他们吗？唱台语的，好不好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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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好，来，请坐，掌声鼓励。自动一点，还要我 Q 你？我想回家了。拿起你的骨气，快！我只能说我们的 band 的曲风不一样。而且我觉得今天是一个挑战，就有一点难度，是因为我早上就发现喉咙怪怪的。瞎了，我直接唱了，好不好？你是来唱歌还是来驱魔的？就是这跟驱魔有关，因为鬼门要开了这样子，然后我觉得说啊，对对对，我忘了绑这个。这是哪一招啊？给吸颈椎的。你要不要狼牙棒啊？要不要狼牙棒？不用狼牙棒啦，你是月供啊？不是，是一个筛工的感觉。哦，筛工感觉。那请问一下，你小时候有一个特殊才能是什么？哦，模仿董月华。那模仿一边去。重力普信的土鸡吃起来粉香粉油粉，真的忘记了，那很久之前了，很夸张。我以前就是国小，我们老师都叫我要当全校面前模仿。哦。全校。毕业典礼的时候，也就以董月华的方式。董月华。然后，假如说我妈妈都带我去邻居家，还为了那个买了董月华的假发。然后不管到谁家就叫我戴上模仿董玉华这样，回阿妈家就说进来进来，然后叫我戴好。你的童年好好，是我现在看到那个董哥我都很有阴霾，真的。什么那个广告歌我都会学，这样是哦。那下次找他跟董哥两个抱在一起，好吧？哎，那请教一下，平常你在唱歌吗？平常有啊，我还蛮喜欢唱台语歌的，这样。在哪里唱？因为我这样讲好了，因为我台北的朋友本身我都去 KTV 的话，我很讨厌就是比如说我在唱歌唱一唱，别人就说哎我也会唱啦，就跟着我一起合唱。可是重点是我要自己唱，我们去 KTV 这种感觉不好。是是是错了，不是错了，错了，就是我跟你一起唱这样。但我就觉得说我要自己唱，我干嘛要跟你一起唱？我就会点水饺吃，这样是不是？所以想说，台北的朋友不太会唱台语歌。台北的朋友，对，所以我就通通只要来到台北的包厢，我都是一律是唱台语歌。那今天刚刚人家刚刚叫蓝珠涵，所以我不会再唱台语歌了。之后不会唱台语歌了啊，太厉害了！你今天要唱什么？今天唱那个一首台语的嗨歌。刚不是不唱台语歌，我是下次一起来。台语的嗨歌这样子，脑子怪怪的哦。对，那今天要带台语歌的什么歌？黄克林的那个《豆太鲁》。哎呦，你会唱黄克林的歌？对，就是。哎，你是好像他亲妈。我都过世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就会唱了。我六岁的时候我就听这首歌，因为我阿公过世就都会放这首歌。我为什么要跟你聊你阿公过世？就是六岁的时候。这几年前啊，六岁的时候大概20年了。哇塞，你26岁了。26，对啊。我好像36，会吗？可能是衣服的关系吧。不是，气质。你裸体也是36，真的吗？对。好，来。拜请啦，拜请啦，拜请！东海花，西海花，八个刀啦，西头山啦，伊甲出头大啦，草山伫咧出温泉。拜请你。中哦，西呀边个西呀中哦，啊，这弟弟感觉出无力，心的边个哦，心边啊，加路连啊，加路连，往来是袂停哦，欠钱无爱还，欠债是过哦，闭嘴是犯啊啦，欠债是地嘛啦。收尾收漂亮一点，我还觉得蛮好笑的。太好笑了，我是认真唱的。我请教一下你通告费是6元。因为我想说就是你是要那个鬼月啦。而且请教一下哪一个 KTV 这样会有人跟你抢歌的？所以就大家都听我唱，然后就说还要第二段吗？然后就给我卡歌这样。所以就他这是2趴的嘛，然后第一趴唱完了之后就说哎你还要唱吗？这样。所以这个是你阿公出刷那一天放的歌。我阿公出刷在唱这个啊，然后会有3个姑娘就是。
是在那个棺材前面，真的那个法师就对，然后那时候觉得哇，这什么歌啊？嗯，你就觉得很新鲜这样，然后后来我那时候就把它学下来了。对，哎，你不要跟个鬼一样在那边，不是，那歌我是叫跪求啊。这首歌你也会？有啊，有跪求。这首歌现在有一首很流行，叫塞公舞。对，可是就是曲风不一样啊，因为我不知道他学的歌是比较深情的。曲风吗？我那也是一首歌，就是可以回想。脸色很难看。他生气了，生气。曾博轩舞技超群，完全是超龄演出。哇塞，厉害厉害！对对对，哎，今年几岁？国小六年级。你国小六年级？那你呢？六年级。你们国小？去哪里认识的？国小六年级。你应该是你的女儿，国小六年级。